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民主党呢个节目。咁样咧，我哋今日咧就好高兴，亦都好荣幸咧，系请到一位新闻界嘅前辈，亦都系同埋我一齐咧，以前都喺南华早报做过，不过我年纪大过佢，所以我就做得早过佢。就系、是，但系而家咧就喺浸会大学呢个传理学院新闻系嘅副教授阿王向偉先生。啊，多谢你。系，谢谢你啊。多谢多谢。嗱，你聽到啦，要講普通話嘅，我就講廣東話。咁因為點解咧？可能阿王教授咧啲廣東話又唔係好得，咁我啲普通話亦都唔係好得。咁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嚇。咁我相信大家觀眾咧兩種話都應該識聽啦，因為特區政府成日話兩文三語啊嘛。咁今日就唔會講，希望唔需要講英文啦。咁啊，多謝阿教授嚟。咁樣咧，教授咧，我頭先話佢係同埋我都喺南華早報做過，你又做咗廿六年係咪啊？咁就係2012至到15年就總編輯添嚇。咁之後咧，而家去咗教書，咁但係又喺北京啦嚇。你係來自內地嘅係咪？我哋叫港漂係咪啊？我這個應該把我叫成新香港人，因為我是93年來香港。嗯。96年加入南华早报，我从记者做起，一直做到总编辑。2012到2016做总编辑。然后呢，马云买南华早报的时候呢，我就申请不做了。为什么？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的太太和我女儿在大陆，我就想回去陪他们。其实呢，我当时我不知道马云要买。如果我知道了呢，你就不走的了，我就不走了。因为如果他不喜欢我，他让我走还得给我一笔钱，不是？后来他也没给。然后后来呢，就是开玩笑的。后来呢，他们买了南华早报之后，发现呢，我对中国大陆是非常的了解，因为我过去30年就是写中国大陆的政治，所以呢，他们就让我做这个编务顾问。所以我在2016到2022年的10月份，我在南华早报，我是南华早报的编务顾问，然后编 editor。editorial advisor 哦，编务我哋叫编辑顾问系咪啊？一样。阿教授咁熟大陆啦，又熟香港啦，当然吓咁样咧。其实咧，其中一个原因我请佢上嚟咧，就系、是、最近佢写咗篇文章，就话边个咧系害到香港咧系失去优势。咁当然香港以往梗系有优势啦，喺世界上系好重要嘅国际金融中心。心啊，好多嘢都第一第二咁好勁噶嘛，咁佢又話咧香港係失去咗啲優勢，咁佢話邊個令到佢失去咧？咁當然有啲人就話，梗係你民主黨啦，你哋反對派啦，梗係你哋令，咁而家冇曬啦，民主黨連選舉都冇得選啦。咁啊，我如果你睇過教授啲文章咧，佢就唔係話我哋令到佢嘅，佢就係話嗰啲權貴啊，尤其是政治嗰啲權貴，我相信你都拍包埋嗰啲商界嗰啲權貴係咪？即係有財有勢嘅人啦，咁樣就但你咧就話唔關北京事喎，即係香港失咗優勢啦，因為你睇而家個股市跌得好犀利啊，個樓市啊、中環啊嗰啲甲級寫字樓啊，一個月租啊30多蚊喎，好多就空曬添，吉曬，咁邊個令到我哋失去優勢咧，教授？Emily， 你这个说的非常好，因为我认为呢，尤其是国安法之后，那么现在呢，不管是在海外，香港本身和大陆，对香港这个英文叫 perception 这个感知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我最近有朋友去这个香港的朋友，去这个美国和加拿大，这个他所见到的所有的。这个亲戚或者是朋友，
跟他说到香港，第一件事就说，香港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另外一个城市了，就讲香港的优势已经没有。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印象，我认为这个感知是错误的。因为我刚才介绍了，我在香港这个待了20多年，那么我对中国的政治有很深的了解。我认为这个主要的责任不在北京，因为北京呢，从一开始收回香港的时候，北京从来没有想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因为它变成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就失去了对大陆的任何的作用，没有这个作用。因为这我们可以花2分钟讲一些过去的历史。那么在1949年，就是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军队开到了罗湖，然后当时解放军给毛泽东，就是这个当时中共主席毛泽东发电报，说要解放香港，然后毛泽东让周恩来当时的总理给四野回电报，说不可以。他们最后呢，就是说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展到现在，基本上还是8个字，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我想 Emily 这个你肯定你听过了哈。所以呢，这个是到了50年 the next year，这个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好处马上就体现了。为什么呢？韩战开始 Korean War started， 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前所未有，但是只有香港有一个出口，当时中国需要的所有的西药 Western Medicine 都是从香港进来的，这个香港历史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过世的霍英东 Henry Ford，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帮了中国大陆很多，这历史我们大家去 Google 一下都可以。然后呢，在1967年的时候，香港暴动 Hong Kong Riots， 当时香港有很多左派就希望大陆那个时候收回香港。虽然这个香港暴动是由大陆的一些左派和香港左派这个 instigated， 就是说，但是呢，最后北京还是让他们 stop， 让他们停止。这是香港的另外一个就是对中国大陆的好处。那么第三个就是讲到邓小平决定77年、78年开始改革开放，那么中国1/2以上的外资都是通过香港进入。所以呢，就是说我做这个工作，我接触到很多的外国人、香港人，还有国内的人。我一直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想要把香港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城市，他早就做了。可能在这些问题上，Emily， 你和我不一定看法相同，但是呢，我就想把我的看法呢，就是告诉大家，我呢是2016年到2022年 ，for those 6 years， 我在北京。我是2022年的11月份，我回到香港。然后2023年初加入浸会大学。从过去的一年，我的观察是这样，我认为北京是，即使是现在北京国内的政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是没有变的，还是希望香港继续维持它的一国两制。教授你这么讲，你又说你去到美国也好，英国也好，各西方国家的人是这么看，就是觉得香港变了、啊、其实有些香港商界也都跟、香港政府讲，也都私下讲，即他们是很担心的。因为呢有国安法，而家政府日日你睇见到李家超行政长官行进出嚟就讲国安㗎啦，咁即係令到好多人呢就觉得嗰啲红线呀唔清楚，咁咪好，所以你睇而家香港好少外国游客㗎，亦都好少投资者㗎，咁所以点搞呢？咁佢哋唔係话要做啲嘢去搵返嗰啲人嚟喎，佢最紧要要立23条喎基本法，咁实在中央亦都知道㗎，中央成日叫啲人上去学习
上去受訓，上去接聖旨。咁如果中央係唔想特區政府咁做啊，中央會出咗聲啦。可是呢，是這樣，這個 Emily， 你剛才說的非常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香港未来发展最大的障碍是香港的现在的政治精英，现在香港政府或者政府以外的某些人，他们没有想清楚香港应该怎么走。他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说我们要继续保持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啊，这个那一国两制不变的，但实际上他们现在做的东西是怎么样呢？去猜北京，因为由于国安法之后，中央明确表示中央要对香港行使全面管制权，那么就在香港呢产生了一个 perception， 一个感知，那既然你要全面管制我就听你的啦。所以呢，香港的很多官员组织学习班到国内去学习，然后呢就是这个可是我认为呢，这些事情就是香港的这些人去猜国内的是错误。为什么？第一就是说，香港的官员、香港的精英去到北京、去到内地去参观，感受到中国发生的变化，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如果香港的官员、香港的政治精英想到北京去学习，就是这个得到北京的指示如何管理香港，我认为这个是绝对绝对错误的。北京的官员从来没有管理过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香港，对，你问他该怎么管，你问他让他告诉你怎么管，这就是错误。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就是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是香港的政治精英自己要想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呢，就是我想说的是这样 Emily， 他们现在呢就是说，第一呢没有想清楚，第二呢他们从大陆学的东西都是错的。比如说这个，因为我由于我的工作和我在大陆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在香港的很多大陆的朋友对现在香港的政治精英和国内的官员之间这个在我们叫这个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吃喝玩乐上面，这个风气愈演愈烈。當然係啦，係咪？你都見到咧，擺幾十圍咁樣送個官員去北京讀書。但係你講嗰啲嘢咧，我覺得好奇怪咧，就係、是、嗱，我都識有啲叫港漂嘅朋友啦。咁佢都話，其實你香港變咗，對我哋冇益嘅喎，我哋漂落嚟都係想你香港好似舊陣時啊嘛。冇錯啦，冇。咁我話咁咪係咯，咁你咪出聲講咯。對。我哋唔出得聲㗎，因為出聲咧就有事㗎啦。对啊，咁有啲商界又同我講，我哋好唔掂啊，而家咁樣。咁我話你咪講咯。哇，點講啊？一講咪有事喎。所以呢，咁咪大陸呢樣嘢係令到啲人唔肯講真話咯。你明唔明啊，教授？你咁熟大陸啦，邊個講真話死啊？你記唔記得嗰個武漢嗰個醫生啊？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啊，死咗嗰個咧嚇。李文亮係咯，李雲啦。咁咪唔講啲真話㗎，係咪喺個制度度？我認為就是說，現在應該有人出来多讲这些真话。你第一个讲嗱，佢第一个讲啊，佢嚟到民主党啊，入到苦雨对讲啊，即系点讲咧？你觉得？就是我认为呢，就是我是第一个，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出来讲。为什么呢？这是要为香港好，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在海外、香港和国内，对香港未来的角色都有很多 misconception 错误的理解。比如说，由于香港的政治精英老是在讨好北京，哎呀，力求政治正确，学了一些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包括你提到的黄大仙的区议员到北京学习，要摆五十桌，请五百几人嚟听嚟睇饮啊，五百多人过来，而且还包括很多的这个官员啊、议员。还有议员，然后呢，我听这个香港的一些朋友说，现在香港的很多的政府的高官和议员，建制派的议员，每天要参加五六个活动。如果这样的想，如果是天天参加这种活动，尤其是建制派举行的活动，因为这个
这个国安法之后，很多人认为现在大陆的这些这个活动也要参加呀，所以让我去想，他们天天还有事情，他们还有时间为香港人做事吗？参加这样的活动？嗰啲活动啊，阿教授参加啲人呢，有啲咧系包括中联办嘅官员嘅，吓咁、啊、所以咧，而且嗰次唔系好耐啫嘛，阿边个啊夏宝龙主任喺北京讲嘢嘛，哇，全部嗰啲人去晒，去晒政府总部坐晒喺度听，咁系佢哋想嘅喎，系啲京官想嘅喎，咁点搞咧？这个你问的非常好，因为我认为，就是说，还要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北京就是国安法之后，就是大家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就是说如何管理好香港，还是要靠香港人自己。因为北京他可以说你这么做这么做，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他不识噶嘛，对呀、啊，他不识就唔好讲啦，咁就你又要讲啲人啊，唔敢唔做。是啊，那可是问题是他不讲，问题是如果你香港有人出来讲。他就明白了呀。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事情，就是当然了，北京的某些官员，咱们就不提是哪个部门了啊，他们不了解香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国安法之后，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说啊，这是第二次回归，好像他们这些人扬眉吐气了，说我应该中央现在行使对香港的管制权了，我现在说话管用了呀。但我认为呢，他们这种想法也是错的，因为第一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北京的官员如果要管好香港，一定要学习普通法。这个习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年前在七一讲话，他也说了呀，就是香港要长期保持一国两制，要保持这个普通法。普通法。现在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Emily？ 就是说，中方的官员在学习国安法，在学习基本法，但是呢，没考普通法，没有认真的去学习普通法。因为你只有学习了普通法，你才知道香港为什么就是说普通法对香港的重要性。而且第二呢，也有助于香港人在国内做生意、旅游、生活的权益的保障。你知道我在《南华早报》几个月前我写过一个专栏，就是讲到这个边控问题，边控 exit ban。在中国呢是这样，原来这个 exit ban 边控问题，只是去控制中国的官员，由于他可能要有问题啊，不接受调查呀、贪污啊，就不让他出。现在呢？这个边控政策被滥用，被 abuse， 很多商人也都没得啊，咁咪弊咯。而且你要知道，里面很多现在被边控的商人，很多都是在香港，拿香港身份证是香港人。但是呢，如果他们要学习了这个普通法，他们就应该知道，这个第一呢，这个他们这么做是错误的。另外一个事情是什么？就香港的政治精英老是在讨好北京，所以北京的感觉是什么呢？香港是自己的。如果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他认为香港是自己人，就拿国内的法律来适用于香港。那些人也没有认真的去学习普通法，然后怎么样让香港保持好自己的优势。所以呢，这就是我现在想说的，就是说这个，因为如果香港我们继续这样沉沦下去，我们是自毁长城。你都記得彭定康咧，臨走嗰陣時佢都話：佢話如果第日香港出事，就係死喺香港人嘅手啊嘛。琴日喺日內瓦聯合國開會講人權啦，咁咪又係講呢個普通法咯。香港政府都走去㗎，都要解釋，即係。呢、这個禮拜一就是香港的法律週開幕啦。咁我哋嘅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又好，大律師公會主席，大家都講法治㗎。咁但係喺法治之下，
香港人而家就係冇咗信心，你知唔知啊？就係覺得哇，你成日話有法治，又話有司法獨立，話點解咁多人喺法？在個監獄度困了幾年都未人判罪，又困咗喺度嚇，即係大家好擔心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即係呢啲係香港人的擔心。香港政府出嚟話冇事㗎，佢好獨立㗎。我就唔知道北京嗰啲官員識唔識啊嚇？對，因為他是這樣，這個 Emily， 如果要談到國安法所產生的影響，那可能就需要我們另外再找一個時間去談。就是我認為呢，就是說現在。不管是北京和香港政府都说香港现在从乱到治到新的过程，但是呢我认为他这些只是在说，那么他实际上做的这个东西呢，我看不到有任何这个措施可以让香港转到新。对呀，对呀。而家你知唔知股市跌到咁犀利，楼市又跌，好多人又失业又冇钱，点会兴啫？是啊。咁啊点搞？而且就是说，我看到香港，比如说昨天我看到香港特首说，这个在一个会议上说香港的股市，他并没有看到香港股市有任何问题。结果那前一天香港股市已经跌破15,000点啊。然后呢，他说我看到的是。香港现在呢受到的这个影响主要是来自外部什么高息环境 high interest disruption of supply chain 这个供应链受到影响和这个 geopolitical reasons 就是说这个外部的影响，我认为这些可能都是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我现在想通过你这个节目去呼吁的，就是说他们应该自己要反省，我自己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啊，国安法之后，不管是香港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说这个香港要融入大湾区，给人的感觉是说以前香港没有融入，现在要更好的融入大湾区。哎，我是反对这样的说法的。我认为我93年来香港，我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香港一直在引领大湾区的发展。引领啊，是吧？不是融入啊。对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香港人自己矮化自己的作用，就是说我认为就是说其实呢当时这个邓小平在这个97之前他就说过，他说呢这个希望以后在这中国大陆再造几个香港，有几个香港现在没有，现在香港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说借我节目，我当然多谢你啦，我就再请你上来讲一下国安法。不过呢不是很久以前呢，政府呢就请了那个中国那个前任的驻华大使，是不是崔天凯请了崔天凯就去政府总部，就跟些高官呢就解释即是中国的政策。那我听完哇好犀利啊，嗱你请下王向偉去講俾你聽啦，佢都係好熟中國㗎，佢亦都話咧，而家好多嘢咧就係香港自己搞壞，香港啲精英搞壞，咁但係。那些精英真的聽不入耳，那些精英說你有沒有搞錯啊教授，如果我們說回其實舊時那套就被人罵的了。不會的了，因為是這樣，就又回到我們剛一開始討論的話題，如何管理好香港只有香港自己人知道，因為北京的官員他怎麼能知道去管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呢？你必須告訴他。但是呢我认为呢香港现在用一句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 term 躺平我得躺平啊，对我认为香港的官员都在躺平，就香港的官员就想国安法之后你中央说全面管制香港，那我听你的咯，如何管制你要给我搞你们走啊怎么走了，对啊，但是这样的想法就非常错误了，因为北京的人是不可能知道如何管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应该怎么去做 Emily， 应该是说香港的政治精英应该更加积极的游说北京，因为现在中国大陆有很多外资，因为现在很多的
这个绝大多数的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都没有信心，因为它有很多外资啊 foreign investment 外贸 foreign trade policies 是有问题的。那么其实香港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香港应该怎么做呢？香港应该积极的发挥它的这个超级联络人 super connector 的 role， 然后呢主动的去游说北京，因为既然你要让北京制定的政策更加有利于香港，而不是说我等在香港你告诉我怎么去做。他们现在呢就说去联络那些一带一路那些，对所以这个财经的司长就叫人家呢他就叫人家学阿拉伯话。就很奇怪的嘛，因为你香港要成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英语是全球的语言，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香港的很多政治精英没有想清楚香港到底怎么走，所以呢这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他自己想清楚，然后你要告诉北京。我这一点，因为我研究采访关于中国新闻有30年，而且我坚信，就是说如果香港政府给北京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案，说我如何振兴香港，北京一定会感兴趣。因为从北京的角度，我之前说过，他们不想让香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城市。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也证明了，因为呢成为一个中国城市对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好处。希望他们听到了教授，但是现在就看到那个走势就令人很忧心，这非常忧心。而且呢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呢有很多有另外一个 misconception 的误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像我们这样长期生活在香港的大陆人，就是说好像是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这样的情况更担心。对，就像你刚才讲的，现在呢由于过去3年，就是2020年国安法之后，香港人走了很多，走几十万了。对，香港政府现在吸引海外人才来的都是大陆的，那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大陆的。我听这些人就跟我说过，说如果香港未来变成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城市，那我你做咩啫？那我来做什么呢？咁咪咯。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呢，就是说最关键的，就是说，我认为现在香港政府的精英、香港政府的官员要抛弃这种所谓要力求政治正确，应该这个向中央、向海外介绍香港如何在国安法之后还可以保持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因为这个是它过去100多年发展的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它的普通法和资本主义制度。好，多谢教授哈，希望他们听得懂啦，听得到啦哈，多谢晒，拜拜。